创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要灵感时刻排好队，把身边的一切变成你的调色板。让草稿和网稿一样漂亮。让抽象更容易想象。彼此分享，共创，让创意碰撞，之后找你喜欢的方式张扬再张扬。所以从此刻开始，拿起华为 MatePad Pro 尽情享受创作吧。